东北地三鲜的做法步骤。一、土豆、茄子切块，青椒切片，锅中倒油多一些，油热后放土豆，将土豆炸至金黄色捞出。二、再将茄子放入锅中炸软。三、捞出备用。四、锅留底油，葱姜末炝锅，五、香粉调味。五、放入炸好的土豆和茄子略炒。六、倒入酱油、糖、少量盐翻炒均匀，酱油有咸味，盐一定不要放太多。七、盖上锅盖小火焖三分钟。八、放入青椒和蒜片炒均，加鸡精调味。九、最后水淀粉勾芡。十、成品，使用的厨具炒锅。